看看新闻网。贺岁档的电影票房竞争大战还未结束，情人节档的电影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宣传了，电影在一起就是其中之一。21岁的柯震东和33岁的萧亚轩相恋快一年了，尽管他比女方小12岁，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这段姐弟恋。在发布会当天，记者对这段恋情进行了提问，柯震东也是大方的有问必答。亚娃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吗？他有没有给你压力说要今天要跟他在一起？没有哎，对，就是大家都还是有自己各自的事业要顾，所以对不会有什么压力之类的。那柯震东刚才一直都说自己要忙工作，是不是萧亚轩的事业比较那个厉害，所以让你压力很大呀？没有什么压力，各有各的长处吧。对啊，他对对，反正各有各的长处。不隐藏不回避，虽然只有21岁，但是柯震东对感情的事情却很有主见，说不定这就是柯震东最吸引萧亚轩的地方。